新国家开门就应该给这么多原石，今天纳塔开门3枚原石，巴克修复3枚原石，上号就可以自选一个五星，或者选一个6命换5个粉球，老玩家回归10个粉球，角色试用40原石，5.1版本更新前完成纳塔魔神任务500原石，武功秘籍还有1个粉球，成人任务120原石，1000原石的大活动，齐会的宗具会送沙耶妹能用的4星法器，新激情任务60原石，8月30号本周五原神获得最佳移动游戏奖的1000原石奖励，邮箱一口气就可以全部领完了。也是这天，朱延庆签到送石抽，9月1号本周日星辉商店刷新5个粉球5个篮球，与松石限制元素的新真渊再次刷新，困难模式620原石，9月9号炸弹堂小游戏420原石，9月16号老深渊又刷新了，打满11层600原石，9月17号晚上6点5.0下版雷神 Sasuke 就要来了，角色试用40原石，传说任务60原石，2个420小活动840原石，9月27号炼衣前瞻300原石，我第一时间放在视频的置顶上，插锚点记得来看。9月28号，原神周年庆，邮箱送1600原石，每天400。10月1号，限制元素的新深渊又更新了，620原石，新商店5粉球5个篮球，我帮大家简单算了一下，林克89粉球，小月卡113粉球，大小月卡121粉球，老玩家回归，在此基础上再加十抽和500原石，以上我都是按最少算的，纳塔新地图、纳塔的宝箱、纳塔的成就一个也没算，实际到手会更多。纳塔是原神有史以来优化福利最多的版本，老玩家还再多送十抽，就让你许久未见的老登上号，让他看看你的成长。现在点关注，你就会成为最早一批老粉了。